前面那个女孩对你满是崇拜，不知道你看不看得见，每天傻傻那样等着。 OK baby 别再，不要继续伤害，心意完全被你破坏。 Baby why you gotta do this?就是很感谢大家给我投的2019年 MVP， 然后非常感谢大家，然后大家看到这个 Golden 麦克风，对对对，这个是 MVP 的礼物，然后上面写着许阳玉卓，然后我很喜欢，谢谢你们。然后就是这个上半年感觉到就是我还有大家都有着长足的进步，然后希望下半年也要继续加油，然后我们是双箭头的爱，以后快乐能量也会继续传递给大家，然后非常感谢大家，下半年也要继续疼我爱我想我哟。好的。